因为这个世界上马头琴就代表蒙古人的，实际的乐器，其他的乐器你拿来，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马头琴。世界上你在第二个找不到就马头琴，在这个蒙古人和这个马之间的这感情啊，不是简单的，多少代就是心情的这么。 专家们说了，原来是马头琴从巴基斯坦进来的，这个相当的不是马头，相当那个就塔的塔，知道吧？那个就那个，扫把头，扫把头有的塔，扫把头塔吧，就是这个塔的头。 每天就在家里，老婆孩子，每天忙活的时候，这一辈子就这，也是蒙古人的最早的马头琴，你拿起来背动的东西，它是，它穿得远，尤其是晚上你家拉，把帐篷盖盖，很长很远的才能听见，大少爷嘛，在别的。 都成这个现在的马头琴吧，它也有个好处，没得太自然了。
大自然的没有，因为他那个麻尾线一拉出来的话，他就是让你回到这个大自然里面进去的，对吧？ 我就看着他们这个，这个马头像多么像地球一样，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民族，成为他们的一个音乐，这就是我们的马头琴的源头目标。那是马头琴的乐队里面有两个进去，那就是世界的了，因为这民族。 民族的东西，也是世界的东西。那么我们这些乐器的这个完整化，它的这个演奏啊，它的这个。